President Jiang Zemin, Vice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other top. 进一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特别要加大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力度，维护治安和社会稳定，并要善于总结新鲜和成功的经验进行推广，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公安工作，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热情服务、严格执法的要求，努力创建一批使人民群众满意的警队。广东台记者李瑞彪和通讯员报道。为期6天的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广州闭会。粮食政策，增加了政策观念，再就是学习纪律，加各种规章制度。这次质量事故的发生，使我本人及我们四局的领导班子引起了深思，这个给我自己的工作也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感到呢，作为一个粮食部门主管局，要面对粮食企业的特点，它既承担着这个正常企业经营的保证企业生存，同时又承担着稳定大局、政策性这个粮食业务这一块，这样呢，就是像其他企业那样来抓是不行的。作为主管局，我觉得当前就应该呢，在抓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上不松劲，在抓企业经营管理上不松气，在抓粮食政策上这个不松手。具体说呢，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各级领导班子这个素质和整个粮食企业职工队伍的素质，特别是提高他们的粮食政策水平。今年以来，全国安排200万吨端储粮，南下，其中在我们省就安排了150万吨，占整个全国。在广州雕塑工厂举行了简短的起运仪式，中华正气龙由6台大卡车装运，在武警部队护送下启程。中华正气龙巨型雕塑长15米，高9.9米，用轻型高分子聚合材料铸造，抵达北京后将贴上金箔，整个造价达300万元人民币。姚远先生原名文远演，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第24代传人，他在多年创作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吉祥文与传统的龙文有机结合为一体。中华正气龙的龙脊一共56个，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和谐、协力奋进的民族正气。广东台记者吴伟光的报道。今天，中山大学举行了授予梁杰华名誉博士学位及1999年博士学位的颁发典礼。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田伟长等知名人士以及海内外嘉宾1000多人出席了典礼。请看报道。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仁在大会上向梁杰华女士颁发了名誉博士证书。她是他们这些进岗以后啊，按照上级的要求，认真学习，严格训练，坚决执行命令，坚决担负起香港的防务职责。这些即将进入香港履行轮换防务任务的战士都是去年入伍，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他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刘振武要求官兵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早日成为驻港部队的优秀战士。绅士记者的报道。